咁啱網上面好多僱主考慮緊，究竟請現成工人好啊，定係請海外菲律賓工人好呢？好多僱主原來都以為海外菲律賓工人未嚟得香港喎，仲係封緊關嘅喎。但其實現時已經有海外工人嘅供應啦。現時菲律賓依然維持住社交防疫嘅措施，而當地嘅交通由外省走去馬尼拉咧，已經恢復得七七八八嘅啦。好多僱主咧留意緊就係申請流程方面啦。OEC 咧現時當地勞工部已經用緊一個新嘅 system， 而渥華方面咧，亦都係維持住用 Zoom 去完成呢個步驟。至於 training 同埋 tester 方面啦，雖然馬尼拉係唔可以做 training 同 tester， 但係當地嘅菲律賓中介咧已經揾到方法安排工人走去外省去完成呢個步驟。換言之咧，如果你現時申請一個工人，大概需要等候四個半至五個月嘅時間。所以如果你可以等到一個工人四個半至五個月左右啦，我係強烈建議你考慮海外菲律賓工人嘅。近期見到啲海外工人為咗過嚟香港要過五關斬六將，見到佢哋嘅態度咧係明顯好，同埋咧佢哋嘅斷約率咧亦都明顯係低咗嘅。希望咧我今日嘅資訊咧可以幫得到你啦，拜拜。